呢，让大家吃的这个甜甜蜜蜜的哈。那第二种呢，是我们的节粮的新品系，是福鸭，要祝福大家幸福美满。那在大家桌上呢，有四样的东西呢，是甜如素呢所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哦。那在最左边的部分呢，是甜如素再加上水果哦，所以是这个甜如素的果汁。那第二个是甜如素做出来的布丁，第三个呢是甜如素做出来的魔力饮，那第四个呢是甜如素跟这个银耳红枣哦等等呢来一起烹煮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哦。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想特别的欢迎大家，也是特别的感谢大家张所长，大家好。然后还有张毅助理研究员。那左边这边还有卢启信卢组长，大家好。张正文张正所长，好。再回到右手边是严念慈严博士，大家好。陈立仁陈组长，大家好。李春刚李组长，大家好。陈文贤陈组长，早上。张景俊张组长，大家好。李志平林组长，大家好。李正军林组长，大家好。魏良元副研究员。我们的人事主任龚主任，武器主任杨主任。那我们今天所推出来的是一种新的牧草，哦，它会甜，而它的茎秆里面呢含有糖分，哦，所以说它是一种叫做甜如素的牧草。那因为之前呢，我们都是把它当成饲料作物来使用，哦，那今天呢，因为它适合有机栽培，我们希望说让它可以朝向天然有机的健康食品来发展，因此呢，透过我们的研发技术呢，可以将牧草中它的糖分萃取出来，变成牧草糖浆来使用。而做成这些糖浆呢，我们也想说开发出一些不同的产品出来，哦，像一些爆米花、布丁，还有一些天然的果汁出来让大家饮用。那这些果汁呢，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呢，我们这个糖呢是没有经过精制的，我们把它的营养元素完全的都保留下来，所以说在喝我们这些果汁的当中呢，不仅仅只有摄取到蔗糖而已，还有可以摄取到一些有益能力的营养元素，像一些酵素，或者是一些有机酸，或者是一些果寡糖等等，让我们喝下去以后呢，可以更健康更有活力。而在制作糖浆呢，它经过我们特殊的研发技术呢，能保留它的原本的颜色，让它呈现一种迷人的琥珀色，而且它吃起来呢，它的特殊风味哦，让人家赞不绝口，媲美加拿大进口的枫糖浆，是一种非常好的佐餐食品。再来呢，我们也把这些原汁呢来做一些加工利用，像它因为含有糖哦，所以说我们去酿造醋的时候就不用再额外添加蔗糖。另外呢，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矿物质，所以说我们把它酿造出来以后呢，除了有醋的养生营养之外呢，还有增添了很多矿物质，让我们的营养可以更加倍哦。那这些的特性呢，可以让我们的甜如素呢，它的应用可以多方面，让我们的那个牧草价值可以提升。希望未来呢，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多的产品，让我们的牧草不仅仅是实验所一安分所所研发的这个节省饲料的这个合色菜鸭新品系，那就是合色菜鸭高饲效品系。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是从我们的这个也是同样畜饲所选拔的这个合色菜鸭畜饲一号这个高产蛋品系去进行选拔，那我们就去针对这个残差饲料采食量的这个性状去做选拔以后，那它的这个最后它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那个就是检定期，它每一天的饲料的采食量可以比这个原本这个品系要少13克。所以说，如果是以台湾就是平均载养量是5000只来讲，它每天大概可以省将近1000块这个饲料费用。那如果是比较大规模的鸭场，就是3万只规模的这个鸭场的话，每天可以省将近可以超过5000元的这个饲料费用。那就是我们希望说，借由这种方式来帮助农民节省他们的饲料成本。